这里由我压制了，攻打敌军的要地，我们出发。 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
这就是进攻大本营之时，小的们，展示出你们的力量来吧！气势进攻，年轻人的拙劣计策毫无作用，让开！嘿，以为可以逃走吗？请让开！现在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，拼尽全力夺取敌军大本营吧！ 敌人的势头不可小觑，挫其锐气，削其斗志才是上策。敌人吗？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！ 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！请让开！请让开！请让开！你可能只得撤退了，这便是森林的真正力量。请让开！ 这下就不会有人威胁到大本营了。现在开始发起反击，士兵们，随老夫来吧！敌将，你被我击败了。<笑>看来保护住了应该保护的目标呀。做得好，真是杰出的表现。这种事情对于练士而言，简直是小菜一碟。
这个村子愿意支持我们，不过就因为这样才会被皇祖盯上。我一定要保护这个村子和百姓。敌人来了，我绝不会后退。我才不会输给什么皇祖军呢。